从这街一拐过来，突然发现一个小城堡，很有点莫斯科红场的味道吗？在装修呢这边。哎呦，哎，这有这一辆新车，这个这是新车，哎，这边在装修呢。你看人家这个垃圾箱什么弄的，就比匈牙利好很多呀。但是为什么物价这么便宜呢？奇怪。